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7年的10月14号星期六，农历是8月25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。哎，请讲吧。哎，能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请讲。啊啊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师傅好。嗯，请看一个89年属蛇的女的，看一下她的图腾颜色。89年的是吧？嗯。哦，她倒是彩色的蛇呀、啊。嗯，蛮好看。彩色的蛇。啊，蛮好看的嘛。嗯、哦，彩色的。好的好，她的身上的业障嗯是多少？业障比例？八几年的蛇、嗯、八九年属蛇女的。八九年。嗯，业障比例。25。嗯。25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身上有药精者吗？有。嗯。嗯，师傅看一下他需要多少小房子放生多少。嗯，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。嗯。他是这样，小房子呢要65张，放生呢啊、放生320条鱼、嗯，他身上有一个老太太，嗯，哦，有个老太太啊，嗯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感谢师傅，师傅能给选个名字吗？他是2007年生的，属猪的女孩，嗯，第一个名字是翟红墨，第二个名字是翟杨墨。第三个是翟义曼，第四个是翟金慧，第五个是翟丽轩，第六个是翟同佩，第七个是翟思卫，第八个是翟婉娇，第九个是翟义萌。师傅给看一下吧。好像我还听到个叫摘棉花嘛。翟义曼。嗯，我看看啊。嗯嗯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嗯，2007年属猪的女孩。属猪的。猪的女孩。嗯。2007年属猪的。嗯哼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嗯，一二三四，07年啊，07年属猪的女孩，属猪的女孩，哎，第八个是什么？第八个名字啊？翟婉娇，翟婉娇，嗯，是女的是吧？嗯，对对对，女的。第四个呢？还有第四个呢？第四个是翟金慧，天津的金，慧是智慧的慧。那现在就这两个名字可以选一个，翟金慧。这两个选一个。翟婉娇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嗯。你看一下吧。好的好的，你问问他喜欢哪一个？嗯、我是比较主张翟金慧。第四个翟金慧比较好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了。这两个再不选了嘛、嗯、就摘棉花了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你保重身体。还有一个再见，还有一个字也蛮好的。 嗯， 嗯，这个哪一个？这个姓不讲，那个名呢就叫姓，跟着人家，哎呀，跟着人家总是跟着人家啊，这个然后呢这个头呢跟着人家，然后呢叫姓翟、哦、叫栽跟头。栽跟头。跟你开玩笑的。好了。知道知道，都明白明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谢谢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嗯，再见，感恩关心。喂，你好。哎呀，断掉了，可惜。哎，看师傅就知道断掉。人生
好好的把握时光，把握时机，不要浪费。很多人一辈子活在啊这个无法解脱自己，我不行啊，我不可以啊，我不能啊，我做不到啊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自信解脱呢？对不对？他没有办法解脱自己。看看人家有时候想通了放下了也就不痛了，你自己拉着你一定会痛的。所以人呐、啊，有什么自信，你自己的本性在啊，你当然应该解脱出来了。自信解脱，你就会找到这个创造出法喜充满。喂，喂，师傅。啊，你好。感恩师傅、谢谢观世音菩萨。哇。师傅帮师兄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、啊。然后看一个1978年属马的。1978年属马的。1978年属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他们是从2012年开始修，然后一直没有小孩，然后2013年一次宫外孕，然后修行到今天，然后至今，然后一直坚持念经，但是还是没有怀孕。然后他们想问一下，还能有孩子吗？要怎么做？男的属什么？男的是1977年属蛇的。女的呢？属什么？女的是1978年属马。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，那个男的、那个男的也有毛病，女的呢，这个长期的生理不正常。哦。然后呢，有输这个。受精管边上一个小的啊堵塞，然后呢男的呢也不行，那个男的好像这个精液啊不够到那个浓度，你去叫医生帮他看一下他就知道了。而且两个人过去都有杀业，就是吃活的东西太多。嗯，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全素。嗯，我看看他命宫当中还有没有孩子。嗯，好，谢谢师父。哦，哎呀，宫外孕当时好像有成功，哎，开始的时候。哦。啊，后来又没了。哦。嗯，又一个，你们超度了没有啊？没超度。一直在念小房子，一直在念小房子。那不一样的，就是要给需要写上自己名字的孩子呀，没办法。哦，师傅，他们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86张啊。哦，86张。师傅看一下这位，我能讲个意思，你转达给他听吗？嗯，好。任何的夫妻之事不能带有那些这种欲望的，就是不是带有那些贪玩的那种，而是真的生孩子。嗯。所以他任何的自己平时的贪这种那种夫妻之事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生不出来了已经。哦，好的。他现在唯一的还有一个儿子，我看离他蛮远的，但是要看着他求，应该求得到。哦，还会有一个儿子啊！但是他如果这个再不是信心不信，因为你告诉他有信心不信的情况。哦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嗯，师傅，您看一下这位同修，就是1978年属马的这位同修，他的弟子证号是7577。莲花在。
长得怎么样？嗯，蛮好。哦，谢谢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，哎，太干净也是麻烦的，因为天上下来太干净了，所以他对人间的很多东西不感兴趣的，明白吗？哦。嗯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嘛，这个又要生孩子，又要自己太干净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因为你要知道，生孩子是一个很辛苦、很痛苦的事情，明白了吗？嗯。所以你们是人不知道什么叫幸福，什么叫痛苦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菩萨呢，有时候心疼你们呢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嗯。所以你硬要求，实际上等于菩萨这里讲句心里话，就是你硬要求痛苦呀。别让我痛苦啊，菩萨让我痛苦啊。嗯，感恩师父。你等师父他们，你等到你到老太太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明白了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感恩师父。师父他们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2300条。2300条，好，谢谢师父。师父再看一个1989年，1989年属蛇的。男的女的？嗯，男的。想看什么？嗯，看一下他的身体。他就是是那个抑郁症，然后、嗯、看到了。他把他父亲的肋骨都打骨折了，母亲、啊、把他母亲的耳朵都打成耳穿孔。嗯。然后母亲他们父母非常痛苦。嗯，我来善观姻缘。呵呵，感恩师父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来报仇的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媳妇，上辈子是他的儿媳妇。哦。他们老两口上辈子就是欺负他。嗯。哦。然后经常给他吃很不好的东西。嗯。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叫他喝那种尿啊，嗯。天哪。所以现在他打他们呢，天天打。嗯。他是。医院就。嗯。没办法了，这个是他这个孩子发起疯来突然之间的，嗯。对，就是。就是孩子，他要去这个孩子，他去要去赌博，不给钱的话，他就要打父母；父母不给钱的话，就会打父母，武力相逼。要这样。嗯，他们是2013年开始接触到的心灵法门，就是现在已经画了小房子，大概有2000多张了。然后这种冤结很麻烦，这种冤结。对啊，说的是目前来看的话，那个孩子就是。效果还不是很显著，他想请师父慈悲加持他那个孩子。加持有什么办法？你前世这么虐待人家，他当然了，他会把他们家里的钱全部用光的。嗯。嗯，现在我看他爸爸妈妈钱也差不多了，没多少了。嗯。嗯。就这么再搞下去，全部把他弄光了。这个小孩子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一边念经。念到最后，这孩子慢慢的会学一个很不好的事情。我先预测告诉你吧，我预测到告诉你，就是他会吸毒的。啊，天哪！吸完毒之后就进去了，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进去之后，啊，然后慢慢的妈妈就解脱，只能这样，他自己的业就慢慢由自己背了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原因。父母现在非常非常的痛苦，然后他们是想说是在学佛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业障太重。嗯。哦，那他们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继续念，不停的念，念到好为止。哦。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业障太重了，根本不是说你念1-2000张小房子能解决的。很苦。他父母也发了大愿，如果是他的儿子能够好的话，他们两个都会投身到弘法的事业。哎呦，这叫大愿呐！现身说法，这叫大愿呐！这叫什么啊？这叫什么愿啊？我儿子好了呢，我今天你给我种到六合彩呢，我保证了。嗯。不一样道理啊！你说有什么一样了？这叫愿力啊！
你去叫他找任何一个宗教，去找任何一个医生，你让我病看好呢，我保证了医生呢。这没智慧的，好好的念经吧。所以有时候普度众生的话，有些众生是无缘的，没办法救的。对，就是这父母特别特别痛苦。有目的的求效果不大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所以有些人求了为什么灵啊？他本身就没目的，他就是为了学佛。哎呀，求个平安吧。哎呀，我很开心学佛。他一求就灵，你已经苦了。你炸弹已经爆炸了，你不是收拾残局吗？你不打扫战场吗？就听得懂吗？哦，明白了，师傅，就是他们的小房子一直念了，哪有那么简单的？开玩笑了，他这种冤结大到这种程度了，真的以后不把他门牙都打掉了，我告诉你。嗯。我刚刚看着他们上辈子打他，拿盆子扣他的头，这就逼他喝尿。嗯，你想想看，这种冤结是什么冤结啊？冤气重重啊！这种媳妇，他的媳妇最后是吊死的，你知道吧？哇，天哪！所以这种因果，他有的受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弄死他们了，真的。打他们还是小的呢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要果报要来的时候，还要加上利息呢，我告诉你。好了。嗯，好了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好好好劝劝他吧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没那么快的效果，一定要坚持。好了，再见。师兄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嗯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Hello， 师傅吗？你好。师傅，弟子在此向师傅请安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师傅，我是替同学问的，他的妈妈身体不好了啊，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。几年属什么的？1952年属龙的。52年属龙的，嗯。啊，身体出大事了，嗯。身体出大事了。嗯。啊，师傅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和需要放生多少呢？嗯，都看到出大事。嗯。小房子叫他念78章。78章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人浑身无力啊。浑身无力。啊，人痛啊，脚关节，哦，还有肠胃这个地方有黑气。应该长东西呀，应该长东西了，嗯。哦，那师傅放生呢？放生叫他放1300条鱼，慢慢放，嗯。1300条鱼。嗯。1300条，不是每1300条。嗯，好的，师傅，我可以问一下我的图腾颜色吗？啊，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1984年属老鼠的。你上半身穿白的，下半身穿黑的比较好，深色的，哦，好吗？感恩师傅，你要多保重身体。你的鼻子不好啊，鼻子啊，嗯，鼻子啊。啊，你的鼻子经常有鼻炎呐，啊，不通啊，难过啊，流鼻水啊，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要多多照顾身体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，师傅。你好。嗯。喂，师傅你好，弟子向你请安。谢谢。嗯。祝师傅法体安康。谢谢。啊，师傅，请问师傅今天是看图腾吗？看图腾，讲吧。好啊，地址正啊，地址平常是21996，电话还在吗？我看看啊，21996。喂，啊，还在，嗯，还在，好，感恩师傅啊，师傅，我想请问一个梦境哦，啊，地址梦见自己哦。在厕所大便的时候，梦见那个黄金大便，这个有什么意思吗？
你要当，你要注意的，最近有点财运了。哦，财运财运，我不管了这个东西。哦，我想，我是想到自己好像是啊，消什么业障这样子。没有，有财运了。哦，没有啦。嗯。啊，师傅啊，啊，还有个那天啊，那啊，新加坡参加法会的时候哦，啊，我太太第二天看到我身体啊，肩膀上和头顶上都会发光，这个是菩萨加持哦。我看对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，83年属狗的。83年的狗。啊，你最近学的蛮精进的。你最近啊，我听不清楚，很小声。你最近学的很精进，很努力。嗯，好，谢谢师傅，感谢师傅。就是身上，弟子会好好的努力的。身上有一点点能量，所以你不要随便骂人。如果你骂人的话，对方会吃到你的气的。嗯，对，弟子就是修得不好，就是自己的脾气也很难改。这个我会好好的改，感恩师傅。就是脾气就是很贱了。但是我修了心灵法门，我修了心灵法门哈、我就慢慢的改进了自己了。之前自己的脾气会去到180天的、但是现在会慢慢减到58天这样子。感恩心灵法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你慈悲。好，你自己的血液比较热，所以你容易发脾气。对，师父、奇怪的是哈、我有时念经，我念大悲咒念太多的时候哦、我满身全身都是很热，热到我自己都很难顶了，然后我就慢慢念少多。对呀、这个就是。因为念经的话它会增加能量的，人的能量它哒哒往上升的，很厉害的。对，有次师父我念到27遍的时候，我满身热，然后我脾气就很倦了，然后就慢慢减到21遍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可以的啦、要根据你的境界、根据你的境界念多少的，如果你境界高，你能够克制得住自己，有时候增加多一点能量都是正能量。如果你自己脾气不好、你整天不开心、你念经念的多了啊，反而呢有时候呢、让自己啊就是觉得更加的热啊，因为他这个能量来了之后热了之后呢有两种反应，一种嘛人家说热血沸腾比较好，还有一种热了之后嘛就要发脾气了，不开心了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就是这点。好了，弟子会好好的改进的。还有啊，麻烦师傅帮弟子看一下佛台，83年的狗。佛台也蛮好啊，佛台蛮好、好像还有，我有，好像供了其他的神啊仙的，好像，没有啊，就是之前供下来的土地公公咯，就是放在旁边这样子咯。对呀、那不是。还有啊，之前有供的那个韦陀菩萨咯，这样子再供上去咯、可以吗，师傅？可以。地仙、有的地仙很好，有的土地公公很好，他也护持观世音菩萨的，要看的，因为有的他就不管，有的呢他就是管地府的一些地府的方面的事情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啊。还有师傅很发起的一样东西哦，当我请安的时候，我去叩拜的时候哦，会梦见是说闭上眼睛去叩拜哦，会看见菩萨妈妈的服装会换颜色，比如说是浅蓝色、天蓝色呢、黄色呢、红色这样子，无论看的这样子，这样子是菩萨在吗？菩萨的光呀，叫七彩光呀，不是换衣服，哦、七彩光，是菩萨的七彩光呀。明白，明白了。好吧。好，这样子可以了。我跟我太太一起夫妻双修我可以帮我太太看一下莲花吗，师傅？你讲吧。21938。在莲花在，挺好的。莲花在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不打扰师傅。好，祝师傅法体安康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
夫妻双修呢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 师傅你好。你好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弟子。师傅，请问我是牛王，1973年。1973年属什么？属牛的。属牛的，你想看什么？我看我的健康。健康，哎呦，哎呦。啊，你的健康不好啊！第一，你的肺气不足啊，胸部啊，啊肺气不足 啊， 啊，听得懂吗？嗯，懂。啊，然后呢，你还有啊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，就是肠胃不好，嗯，啊，还有腰不好，啊是，还有小便不好，前列腺，嗯，不好，有一点肥大，啊、嗯，讲吧。啊，还有我现在BNI 有 BNI 哦。我看看啊，你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1973属牛。嗯，啊，哦，不是太好啊，右面。右面啊，右面是，对对啊，对对啊，我跟你讲了，右面鼻咽癌 啊， 我告诉你 啊有一点点扩散的，明白了吗？是啊，医生讲了要去电疗啊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要电疗？我已经许愿了，一天讲什么吃？你要吃全素呀？您吃了，已经许愿了，吃了。吃了多少时间了？差不多2年了。我看看啊，啊，感恩师傅。哎，你这个苦头逃不掉，你过去钓过鱼的，嗯。啊，你小时候很久了。很久了，很久了，不叫钓鱼啊。啊，就是啊，记者看了要看了。我就问你啊，钓鱼钓人家鱼的哪里了？不就鼻子吗？嘴巴鼻子是啊，是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要说心理法门，要忏悔的，师傅，忏悔啊，每天念五遍礼佛啊。啊，我现在每天礼佛3遍。不够，5遍。5遍。求菩萨保佑，你大概要化疗5次，电疗5次。5次之后、啊，这个苦头吃了、啊、5次之后就。小房子要130张。哦，我先了1000张哦。你先，对呀、啊，你先130张之后就会好起来了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好吧。还有我放生啊，放生1000条鱼。嗯，可以啊。你还好吃素 啊， 你不吃素的话你就死了现在。嗯。就是我很喜欢相信心灵法门，我就。拜观世音菩萨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有一个车祸，你会走的。你一生当中有一个车祸，你会死掉的。是啊。是啊。已经发生过了。已经发生过了。看见了不啦？啊。啊，谢谢。我跟你讲了、啊，你跟我记住了，就是菩萨救了你这个命了、啊，所以你还得受这个业报，所以还得让你生这个病，听得懂了吗？我。对，我好好忏悔，我就好好来师傅。我以后要忏悔啊，不能钓鱼啊，杀生啊，都是罪孽啊。我现在要感恩干什么？要去做善事，要去就是要慈悲做慈悲。多少人都在做善事啊？每个公修会他们都在做善事，一定要好好的、啊。你要不是在做善事的话，你死都死掉了，你还活得到今天啊？好好听话了。是啊，我啊，好吧。我也是跟同修一起去弘法，去弘法。啊，你要记住了。嗯。啊，天天求，天天求，到时候看一看。啊、你要做电疗之前，再跟医生说感觉怎么样，再复查一下，看一看有没有变化，嗯、没有变化嘛，就说不定就躲过一劫了。但是依我看，你大概要吃5次苦头啊。嗯，是啊，那医生讲要做化疗7次，然后
念了35次了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我跟你说35次，师父现在已经跟你说了，你做5次之后就会好了，啊、没事了。是啊，医生，医生这是乱来的，医生们总是说啊多多啊没意思，反正我跟你说，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嘛，他当然可以叫你这么多了，但是你5次之后、啊，因为你念礼佛了，而且你这个病情会好转，你首先你到时候你就会感觉明显的鼻子好转，啊、你要记住了，啊、哎呀，都靠菩萨的，啊、你晚上要。看看能不能做梦做到哪位菩萨到你梦里来给你加持了，好吗？好，感恩观世菩萨，感恩。如果你这两天能求到菩萨来的话，可能你连电疗、化疗都不要了。好，我这里有货在，我每次跟菩萨讲。好吧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好、嗯，再见。好，师傅，还帮我看菩萨吗？家里菩萨，家里货在好吗？家里菩萨来的呀，经常来的，观世音菩萨。谢谢。哎、嗯，哦，谢谢，感恩。你人不坏，人不坏，没脑子，听得懂吗？啊啊！人不坏，没脑子。嗯。好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好了，接好来。再见了。谢谢。再见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。嗯。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嗯。啊，最后一个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！你好，弟子给你请安了，谢谢。师傅，我今天帮两位同学问一下啊。啊。一位同学呢，他的儿子89年属蛇的。啊。干什么？看什么？是看他精神，他的精神不好，生了8年，等还没好，已经给了他1000多张。几年呢？83年属蛇的。89年。属蛇的，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男的还在，灵性还在，好很多了，已经好很多了，啊、好很多了，好好很多了，嗯，哦，还在，经常晚上到他身上，对的，而且让他小便很多，嗯，嗯，而且关节不好，嗯，嗯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儿子过去比较厉害的时候，就是经常。啊，有时候会抽筋啊，啊，嘴巴里胡说啊，啊，对的对的，哎、现在白天说了少了，晚上还是说的多，明白了吗？他有时候嘴巴里出来政治上的话。对呀、啊，他上辈子那个灵性是上辈子的一个干部，听得懂了吗？哦。我看到那个穿的那个衣服，一看就是干部样子。所以他经历了8年了，同学说帮他开始下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所以在他身上呀，在他身上不走呀，因为在他身上就不停的发挥呀，有时候会谈政治啊，会谈军事啊，嗯、对军事也蛮熟的。对的。嗯。而且煞有介事的，哎呦，讲起来一套一套的。对的，你看见他哭笑不得。嗯，他已经给他1800张小房子了嘛。还需要多少张？我看看啊。嗯。1800都烧掉了。嗯。都化掉了，1800。还有多少张？不是啊，1800已经烧掉了。哎，已经烧掉了，给他了已经。没这么多嘛？怎么？嗯。还需要多少？什么需要多少？质量不行啊！哦，质量不好，质量不好的，他叫庙里面的法师给他的。哎，我不讲了，最多1100到1200。100，放生多少？不是啊，1100有用啊！你烧下去1800，只收到1100，听得懂不啦？嗯。放生多少呢？有的念的，你自己好好念嘛。如果你自己念的话，400以后就好起来。如果你叫人、哦、叫人家念，我不知道你要念多少章。是的呀，我说庙宇不行的。不行，有的人，哎，根本不是好好帮你念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叫他听录音。嗯。放生呢？
放生要一千七百。好，1700条。好吗？啊、哦，嗯，好的。是我再问帮一个同学问，这个同学呢，他就是念经之后在外面念，家里灵性好多，设了两次佛才没成功，你帮他开示一下。1956年属猴的男的，家里不好念，只好在外面念。嗯，很麻烦。他家里有个狐狸精呢。哦，小孩，他的外甥说在台子底下一个。看见了吗？嗯。对呀、啊，就在台子底下。哦，他一念经呢，他老婆就头痛。啊，头痛的不得了。嗯。这狐狸，而且他们家里经常有声音响的。嗯。哦，这个同修。嗯。所以赶紧把这个狐狸要念掉。多少张小房子？多也不多，87张。啊、哦。你们记住了，如果师父看出来你们不好好念的话，他不走他就找理由。他如果你要是听话念的质量好，87张念完他准走。如果你们不听师父的话，什么去结缘呐、啊？你还不如结缘那些佛友的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一句话：佛友，你问他结缘啊，请他帮帮你忙，以后你也可以帮帮他忙，对不对啊？嗯。我告诉你，你念不走的话，他会一直赖在他们家里的。嗯。嗯，而且这个小孩子都看得见的。嗯。哎。他念经之后在外面念两次佛台的没设成功，他说这次动迁房子拿到，他一定要设佛台，拿一间房子呢，一定要设佛台。对呀、啊，再不设佛台的话麻烦了，这狐狸整天在就麻烦了。你要是设了佛台，他可能选时间过来，你烧香他不过来，香烧完他过来，就是这样。啊、哦，嗯，明白了。你帮他看一下心脏。他心脏就上次我不是跟你说的嘛，不好，心脏不好的吧？大桥，嗯嗯，心脏不好，大桥，嗯，哦，你叫他气喘不过来，气上不来，整天是气喘不过来，嗯，好好。上次他不是到手术台去开刀嘛？不是，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的吗？嗯。他说念了两小时的大悲咒，就手术没动。看见吗？叫他当心点，好吧？啊。一定要好好修。手术没动，说明他过一个小关，但是并不代表他的业障就消掉了。所以业障跟过关不是一个概念，好不好啊？啊。好了好了，嗯。啊，好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到这儿结束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